记忆，只用一分钟，我安静地坐下来，进入了我是谁的沉思默想之中。我的记忆开始流动起来了，我感觉到我与生俱来的优点，纯洁的本质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被遗忘了不少。在这静默中，我尘封的记忆被唤醒，原始的自我意识，原始的平静和珍重，开始慢慢地在身心中流动起来。在这记忆复原和重新充电的感觉中，我回到了我的外部世界。